展最佳写实小徒第一名，冠军得奖的是 2023 11th Taiwan Tattoo Convention Best of Small Realistic Context. The first place goes to EDI 魔鬼。魔鬼他们那边，哇哇哇哇哇！丁，你的机器是什么时候？他们第一名去跟你拿吗？还是现在有在上来？在哪里？来，机器在哪里？阿丁的机器，阿丁你来颁个奖。来来来，好，等一下啊、哦。哦，魔鬼你太狠了，上一次干过这个事情的狠人，是一个喜欢紫色的人，知道吗？也是台中人，你们台中人都这么出产的吗？